现在冲冠球队之中，角色球员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，特别是一些三分球精准的球员，对于冲冠队伍至关重要。小球时代，得三分者得天下，这一句话并非虚假。三分防守，顶级的联盟 3D 高手一直都非常吃香，他曾经是突破单打中投能力无敌的超级巨星，如今年龄太老，只能打替补，他开发出精准的三分球，并且拥有大心脏能力，关键时刻命中三分，拯救球队，24-92拯救天下。湖人签下这个探花果然赌赢了，詹姆斯立了大功。洛杉矶湖人队这几个赛季的阵容一直都缺少三分神射手，这个赛季湖人三分命中率只有 34.5%， 全联盟第18名，还是不行。湖人管理层大量补充后卫球员，但是威少和霍顿塔克等人的三分命中率都不高，反而是锋线安东尼的三分能力更加不错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湖人本赛季三分命中率最高的球员就是安东尼，39.6%，而且安东尼投进了84个三分，他也是湖人全队命中三分最多的球员。安东尼和詹姆斯居然成了湖人队内最重要的三分来源。安东尼本赛季是湖人队内第4得分手，仅次于詹梅威三巨头。在湖人和火箭的比赛之中，安东尼高效15投9中，三分8投4中，砍下24分9篮板2盖帽一抢断的数据，攻防两端都极佳，而且他全场没有任何失误，正负值17，全场最高。在末节关键时刻，火箭一度追上三分，安东尼关键三分精准射进，帮助湖人拉开分差，接着詹姆斯也连得6分，安东尼和詹姆斯最后时刻堪称超级巨星的表演，连续得分帮助湖人锁定胜局。安东尼不仅这一场比赛打得好，他已经连续多场发挥出色了。湖人和篮网的比赛，安东尼得到17分11篮板4助攻2抢断3盖帽的数据，攻防一体。湖人和黄蜂交战，安东尼13投9中，高效砍下29分3篮板1助攻1抢断2盖帽的数据，24分9篮板29分3篮板，安东尼好像宝刀未老，当他得到机会总是能够打出很高效很华丽的数据。而且安东尼本赛季抢断能力盖帽能力都增强了很多，他在防守端做得很积极，不再是以前那样的防守漏洞。本赛季威少和霍顿塔克的防守都比不上安东尼，估计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一个事实，37岁的安东尼和詹姆斯已经是全联盟最老的球员。詹姆斯是2003届的状元秀，安东尼是2003届的探花秀，现在老詹还在巅峰，安东尼也大放异彩。湖人签约得到探花安东尼果然赌赢了，他真的适合詹姆斯。赛季初很多球迷都质疑安东尼和詹姆斯很难兼容，他们都以为安东尼不行，结果都狠狠打脸了。安东尼是詹姆斯亲自招募过来了，湖人能够签下他，老詹立了最大功劳。老詹是真辛苦，刚加盟湖人的时候打过后卫，后来打回小前锋位置，现在又要打中锋位置，任劳任怨，兢兢业业。詹姆斯真的是5个位置都能打低巨星，搬到任何一个位置都能完美胜任。